今天想说穿着一身黑，然后有一点小小的变化，这样。希望，但是其实今天的主角都是这些歌手了。然后我其实抱着一个来看看演唱会、看表演、看明星的心态，对。不敢想，但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都是很喜欢音乐，然后很喜欢唱歌，所以这一次有跟青虫 RE 的合作，我觉得其实已经非常满足。那未来的话就随缘吧。对，有，就第一时间就是为他们加油，然后刚刚在后台也跟他们碰面了，就希望他们今天可以得奖。对，男女歌手，我每一个其实每一个奖项我都非常期待，然后我也很期待阿豹的演出，因为他得奖的那个专辑我非常喜欢。我刚刚在后台就是看到陈浩森，对啊，然后我有去特别找青虫合照啦，对啊，因为大家在这个场合相遇，觉得可能是生命中非常难忘的经验，对，所以就想说我们一定要拍到照，对，因为今天他们都一直坐在台下，我不确定等一下有没有机会，对，嗯。都帅，都帅，对啊，对啊，还帅，非常帅，嗯。有没有？你说什么？对，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那么帅，大家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我就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我今天希望走一个有点让大家看起来比较不像我平常的样子，对啊。我自己感觉今天希望有点像歌手，就是比较 rocker 的穿着，就是西装啊裤子都比较窄版，然后也第一次在颁奖典礼上戴帽子，所以我觉得很新鲜。